椅子 chair c h a i r。哎，我会拼呢，我会拼椅子的英文呢，我好厉害。我在盖线上办公室，但因为我没盖过，所以我还在摸，有点复杂。觉得好像好在更大哎，他人放上去不知道多大，可是我觉得好像要再大一点好了。他很像 RPG， 然后他可以把人放上去，然后我再盖一个就是玩乐邦的样子。到时候看能不能 让员工在上面工作。玩乐邦的办公室长得蛮简单的，我们只有一间办公室，只是那个办公室我要想一下它构造。这样吧，我们办公室大概就长这样，然后来开始放办公桌。这边就是都是家具可以放。哦，完了，它尺寸很小，我果然把它盖太大了。应该要把那个把家具拿来当一个比例尺的范本。照这个比例尺，你们办公室大概100平，假的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吧。其实这样还是有点大哎、欸。我们办公室好小哦，我这样看，我们办公室真的好小哦，好小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，我如果要照一般的比例尺来做的话，其实门口一进去就是米瓜的位置，米瓜的位置在贴门大概那么近哎。你们办公室走道空间有那么大吗？没有。我如果真的要照办公室的比例尺做，大概只有这么大吧，整个办公室大概只有这么大吧。而且这个城市蛮酷的，是它可以自己上传图片，所以如果真的要很还原的话，也可以自己上传图片，然后把它变成家具。那多的地方就可以把它删掉了。这边是刚刚盖太大的，这才是我们实际办公室的大小啊！刚刚的一切都是梦，这才是我们实际办公室的大小，就是这么小。刚100多，现在剩25左右，差不多差不多。防疫期间，大家都在绞尽脑汁想一些可以让大家办公更方便的方式。其实它有些功能还蛮不错的啦，它到时候可以让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员工进到这个虚拟办公室，然后开会什么的。而且它这个软体盖出来的有些物件好像还真的可以互动、欸、像电视真的可以播影片什么的。搞线上工作室，对啊，没有啊，我先做好玩。怎么电视这么小？那个电视怎么那么小？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这个超小哎、欸！我们啊，太小了啦，好多东西都好小。哇，好吧，我看了这个沙发的尺寸，我觉得我办公室要再把它缩得更小了，大概只有这么小。我还要再把办公室再往下缩，它太大了，这样好小、啊、好小哦，我办公室好小哦。你没画办公室还不知道原来那么小，我们办公室真的很小。我等一下开角色下进来跑就大概就知道了。
比例对不对。好了，我们的办公室删删减减之后，剩这么一丁点大了，这才是我们办公室真正的样子。这样子家具搬进来应该就是蛮正常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哦哦哦，这个尺寸是很熟悉。椅子 chair c h a i r， 哎，我会拼呢，我会拼椅子的英文呢，我好厉害。哦，其实墙壁还要再往内缩耶，如果要以正确大小的话，这边墙其实还要再往内缩。小英其实他的活动范围就只有两格而已。我先这样，然后 我看能不能把人放进来跑跑看好了。其实左边的区块还是太大，左边应该还要再删，左边应该要再扣，下面要再扣掉，然后左边也要看。哇，好想在办公室放这个哦，自动贩卖机。开始布置一些原本办公室根本没有的东西。天神不在办公室买了一个水晶。哦对，好像有一个水晶洞吧。这重点是这个应该没有水晶可以让我放吧。它有水晶的那个吗？Rock， 我可以放一个石头，假装它是水晶洞。以后我们公司的人上班就是要开这款软体上班。好，其实盖差不多了，再来把那个无法碰撞的区域画一画就。天神在开台吗？想说给他鉴定一下盖好的办公室。有人进来了，你是谁？对，应该是米瓜了。米瓜可以到位置上工作咯。米瓜的位置在这，他的剪片空间。米瓜开始工作了。而且我设那个区域，他这个进来之后要到这一区里面讲话才听得到，你如果出来他就听不到。然后这一区是公开区，这一区讲的话好像全区都听得到。是玩乐邦的办公室吗？对啊，你不是有来过吗？像吗？用没那么大吧。梦想梦想，这是我们的梦想，我们希望它可以这么大。好厉害哦！啊，进来呀、啊！好，进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！难不成这里就是玩乐邦吗？没错。哇！我们玩乐邦什么时候买了一个饮料机啊？对啊。我们要在这里实现不可能。哎、欸，你好强哦！哎、欸，可是电视我们可以换大台一点的吗？没有，它只有这么小的。我也想放大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这可以放垃圾吗？什么？我们下面那边要堆垃圾，就这边。下面那边要堆垃圾，等等等，就要很多垃圾。没有垃圾可以堆啦。应该会有垃圾吧？有吧？不然你就丢一些杂七杂八的杂物在这边。哦，好吧。眼扣子。哎、欸欸，等等啊，我的水晶洞嘞。有啊有啊，水晶洞在这边啊。这个是水晶洞，这个是石头吧？你骗我！这个水晶洞啊！不是，啊，水晶洞应该要放上面这边啊。哈，这边上面这边是财库。哦，这里哦。这里是财库，对对对对。哦哦哦，石头在这。对对，石头在这里，石头在这里。Oh, 这个是有方位的啊，门进来的对角就是财位啊。哦、oh, ，有方位的哦， oh, 好好好。对对对，有方位有方位。哦、oh, ，把这个石头再往上搬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之后，我今天在跟他们说，就是之后上班不用打卡了，然后就固定登这个，然后我会挂在办公室，然后看谁没来。米瓜已经来上班了。哦，米瓜是，好、哦，这是米瓜是不是？对对对对
好了，完成了玩乐邦的办公室，耶、yeah ！花了多久的时间？看一下，大概3个小时，还不错哎、欸，还算蛮快的。等一下2点就看小伙伴们会不会上来工作。我们办公室有这么大就好了，也差不多吧，大概扣一半吧。不都是一半好吗？可以活在想象的世界，要扣想象这么大。